这是一个女生，这是一个女生。可有声音呢？这么大要怎么逛啊？我超会搭，不是开玩笑吗？这大嘞，你到底处这大量呢？这么大，等下会不会卡？我怕会卡呢。对啊，这边有点，就会有点那个。哎，真的有玻璃呢。刚刚是不是这个声音啊？好像是这个声音呢，因为我们看一路上走来都没有玻璃啊，对不对？看这边是有人，推推什么推？什么推什么推？推什么？等一下等一下，你们推什么东西？小七，注意有人站在哪，还说要去哪？谁啊？谁？他来找我干嘛？他来找我是要请我吃宵夜噻。可是我没办法带快一点呢、啊，因为这边很大。哇靠！腰哎，这边不只是俱乐部，还是健身。我靠！哥姐，你们知道这个人体解剖处我看到什么吗？没有，只有我一个人，只有我一个人。哥姐，你知道这个人体解剖处我看到什么吗？看着很恐怖，对不对？我第一眼就看到这个，哎呦，靠腰啊！怎么看到这个东西？对对，靠腰，他妈这么小东西，这么小也给我露出来，耶！这边是，这边是哪里啊？这隔间，这边是柜台，我知道啦。但是，这里是哦，能量检测中心，什么意思？能量检测供应中心，靠呀！我听到有人在叫啊，有人在敲，卡了是不是？卡了吗？干，这边会卡呢。可惜这边真的被火烧过，你看。真的被火烧过。干，我该就跟你们讲，被火烧过，进来就一定拍得不好。还会卡吗？会卡吗？会卡的，会不会打不会？会卡吗？哦，干，
傻小子，什么东西飞过来啊？他妈的，隔起来点，不然你们老公鸟都不说好。可惜会卡吗？会卡的会。里面，葛姐，我跟你们说，那里面就是被火烧过的房间，在里面，还有更里面，更里面可能我刚有看到，好像是游泳池，更里面，可是我怕你们会卡。这边很大啊，这边真的是有点毛啊，超会打，这有点让我有点紧张呢，不是开玩笑。会卡吗？刚刚有女生的声音。有点，我起皮疙瘩了，你看，我起鸡皮疙瘩了。不好意思哦，我打扰你们真的是见怪莫怪。那我来拍影片而已，希望你们不要生气，拍谁？哦，不好意思哦，拍谁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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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而且这边没有电呢，妈的，还五个灯，我再进去一次。靠，我要越进去，他妈的亮得越凶啊！而且越进去亮越凶哎，拍谁哦？打扰一下，他狂亮哎，你看他狂闪呢。靠呀，可惜这个没法作假嘛。五格灯代表说他在我附近呢。不好意思哦，打扰一下哦。哦，我怕压扁你哦，对不起哦。你看，可惜你看，这边就四个灯，这边就四个灯。我转过来这边，五个灯，靠背呀、啊，等一下，在里面。里面有，里面有，等一下。好样，你看。不好意思哦，打扰一下。你看，我测轨器在外面就四个灯，里面就五个灯，所以他们都在里面。所以刚刚会卡会误哦，哥姐，刚刚会卡会误呢。我在里面的时候会卡会误，这个宁可信其有啦，好不好？但是我很相信这个，因为我跟你讲，之前我在上，而且你没有跟到我上一集是他们的公妈厅有在供照片，一个小旅社，有看过上一节，有看过那一节的打友，他在公妈厅呢放两张祖先的照片，好像爷爷奶奶，然后我在那边测是零格，一格而已，只有一格，完全没有零在那边。可是我在这边是满格，这个没有办法骗你们的，
我说真的就是真的。拍谁哦？好，打扰一下。你看，看他狂闪呢。打扰一下哦，怕压平呀哦。隔天我直接杀到后面去啊，因为我怕没有收讯。看，真的狂闪呢。不好意思哦。真的啦。那里面啊。我有点紧张，要进去吗？拍谁啊？我打扰一下。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。可惜我跟你们讲，他旁边黑黑的都是蛆啊，都是蛆。是猫吗？应该是猫吧。这边是他们的，可惜这边是他们的，诶。哇操！会带还有水，我看一下这边有水。看我呀，你看，哥姐，你们看这边。看我呀，还有这个。这不在，这是他们的游泳池啊。应该是猫啊。拍死哦，打扰一下哦。该不会哥姐他们都在游泳吧？这你看不到我，哥姐，该不会他们在游泳吧？你看不到，你我看不到的声音，会不会？你看，感觉有人坐一张椅子在那边呢。我干！哦，不好意思哦，臭回答，五郎帽。被他们有饿咯。欸，拍谁？打扰一下，有人在吗？可以啊，我起鸡皮疙瘩呢。欸，打扰一下哦。看二楼，他们有二楼。哎呦，楼梯在那边。欸，有没有人在？打扰一下，不好意思。嗯，看呀，他该不会丢什么东西呢？屌你丫婆！你这有没有人啊？不可能，这边不可能有人啊！拍谁哦？打扰一下。哦，靠北啊！哦，那个声音哪里传出来的啊？妈的！靠，超伟大，那个声音哪里传出来的？哇，哥姐他们天花板好漂亮哦！不是啊，这不是重点啊，重点是哪里来的声音？
那边传出来的。我有点怕呢，因为这边很大呢。哦，拍谁哦？打扰一下，见怪莫怪哦。我也是为了生活，为了家庭来的哦，打扰一下。二楼没有人，可惜二楼没有人啊。那个声音很大呢。哇，那个天花板好可爱的，可以看天花板，有月亮哎，还有星星呢。不好意思哦，打扰一下，哦，打扰的地方见怪莫怪哦，拍谁？我怕压平娘哦，不好意思哦，给我打嗝了呢，可是我头有点晕呢，昨天是头痛，今天是头晕呢，而且我没有上去看呢、啊。真的很大呢，我们上去看一下。诶，这边是哪里？不好意思哦，打扰一下哦。可惜我现在有点紧张啊！卡了是吧？让我出去。可惜我们上去，哎，有脚印呢。可惜有脚印呢。拍谁哦，打扰一下。哦，不好意思。拍谁哦，老靠有人不？打扰一下。打扰一下哦，这看起来好像在楼上丢东西下来呢。难怪刚才没有脚步声，我觉得他应该在楼上。哇！靠腰啊，屌你啊，破吴彦祖啦！靠腰啊，吓死我！怎么彦祖在这边？打扰一下哦。不好意思哦，打扰一下哦。
那科学地上都蛆呢。操，它地上都蛆呢。为什么？这地上都蛆呢。还谁要打扰一下？这搁浅是你们知道是干嘛的吗？这到底是怎样啊？这是干嘛的？这是干嘛的？搁浅你们懂吗？懂得帮我指点迷津一下。哎，他还有公车铃呢，他在坐公车是吧？不对吧？是干嘛的？这房子干嘛的？来谁哦？来电虎狼不？请问你住在这里面吗？那也太小间了吧！靠，要吃喝拉撒怎么做？不是开玩笑吧？隔间是干嘛的？你看这边也有呢，中华民国92年7月20号，靠腰，92年的，飞起快20年了，哥姐，这边飞真的飞起快20年了。这边有楼梯，到底是怎样？这要连到哪里去？阁下，我们先过去刚刚那个地方。诶，哦，阁下，这边是刚才那里啦。有楼上，有楼梯，有楼上，可以回音呢，阁下。哎哎哎哎哎你啊！不会吧？对，这边是刚才那边呐、啊。不好意思哦，刚刚是谁丢我东西？请到上面集合，谢谢。不好意思，刚刚丢我的先生小姐，请出现。是不是你？你是不是坐在那里？被我发现了哈！你脚在抖哦，男抖穷，女抖贱，不要开玩笑。到底要去哪里呀、啊？可是要上去还下去啊？这边很大呢，上去好不好？上去比较有搜寻啊，下去可能就没搜寻了。而且这边好像有人呢，妈该被丢东西哎，他从上面丢下来的呢。我们上去看看。今天没有拍到什么，好像没有拍到什么。拍谁哦？哎、欸，你在上面是不是？别开玩笑好不好？丢东西嘛，会危险的，dangerous 哎、欸。看，我很怕迷路哎、欸，而且我讲一句老实话，我就惊遐迷路的呢、欸，真这样啦。靠北这边是哪里？这不是有房间？我靠！这边圆山饭店噻，拍谁哦？来第五狼吧，打扰一下。不好意思，我讲话太大声，不好意思。靠呀！我他妈走到脚断掉啊！打扰一下，不好意思哦。哦，这是以前人家双人床啊。我、哦、靠背嘞，干！靠腰！超会大干，有人在里面敲门呢！拍谁哦？来第五人了？
好意思哦，打扰一下。刚被吓到，等一下好像有人。不是我敲的，我敲的我会给你们看，看是真的有人敲的。拍谁？哎，来第五郎不？哎，打扰一下，大哥，你是大哥吗？不是我敲的，我敲我会跟你们讲，他就在后面的声音。真的啦，哥，其实真的不是我敲的，我讲真的，我很紧张，我怕有人呐、啊。哎，拍谁啊，五郎不？在啊！我靠，被那个门锁住呢。屌你阿婆！哎，大哥，你有在里面吗？这边没有人，不好意思哦。看都没人。哎，不好意思，打扰一下。被人锁住了，真的锁住了。哎，大哥，你有在里面吗？我听到外面有声音呢，底下。等一下，我听到有人在敲门，你没有听到敲门吗？你们在外面。总听到有人敲门。拍谁哦？哎，来第五郎不？
干，还在闪五个灯。干，这边真的很阴欸。欸，不好意思，隔壁有人在吗？哎。哎，拍谁哦？打扰一下。不好意思哦。靠边没人。看没人，没人啊？怎么会有人敲门？靠边啊！看没人怎么会敲门？靠腰，靠，哥姐不行，踩爆了，赔谁啦？不好意思，我想说，不好意思哦，干踩爆了，干怎么没人会敲门？靠腰，我走了，没有人，他妈的，哥姐，没有人敲门，我的车轨就要满格。我跟你们发誓，那不是我敲的，我敲的我会跟你们讲，那真的不是我敲的，我敲的我会跟你们讲，那个声音就是里面传来的，那里面，他又在敲了，又在敲了。可是又在敲了。被又一直敲了嘞！哦，他一直敲嘞，不敲什么东西啊？很紧张哎！哦，这边真的很大嘞，超大的！靠腰，这哎，哥姐这边真的很诡异嘞！我刚刚又被丢东西，刚刚敲门又没人。然后这边测轨器有五个灯，哎，这让我有点有想离开的呢。而且刚刚又有人说要来找我，靠，要找我吃宵夜噻，哇！